说唱有板有眼，阴阳顿挫融在其间，轻易的水袖子仙女下凡，小丑的功底也最是全面。上上好，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呀，你们这是待客之道吗？啊！上上的风采感动了他们，你来之前他们都像好学生似的，你看你带着他们走这几步啊，腿都不利索。我觉得好像没有跟老师打招呼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紧不要紧，你走这几步就是向我致敬了，我就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了啊。上上是哪里人？我是四川人，然后是这两年然后待在深圳。对对对对，四川什么地方？成都，天府之国。对对对，成都的男孩说话特别的可爱。特别的嗲，走在街上，成都男孩一说话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，啊，好烦，好烦哦，哎呀，听着特别可爱，看着跟女孩似的，对，没有那种很阳光，不像东北。哎，好，那是啊，老烦了，哎呀，好脏了，好脏了啊！这个跟你在一起主持节目，我相信我的颈椎会得到很好的改善，是吗？哎，其实穿了内增高，其实就是。其实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上上也不是故意这么高，他其实他腿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下巴是木头的，这是啊。问一个小问题吧。行。我在家里上网，然后看到他们说海选的时候，上上带了好多的女粉丝。哇，这真不敢说。那个，我一直想解释这个事儿啊，你说。因为我这人吧，就是可能长了一个特别装的脸，每次一看镜头，我就哎。是不是要这个角度或者是怎么样，我就特别的追求很多东西，但是我觉得特别就喜欢摆一种很酷的，就对那种装的啊，对那打死我，不是不是这意思，不是贱，少平，这个你这是欠打，你这是。然后我看那个网上不是有各种评论说，哎呀，那李尚不好，你看他那脸，哇，特别装，然后其实特别特别的误会。你也别这么说，空口无凭，我们有视频为证，来看一下 VCR。看一看，有请舞台在等你。好，上山加油，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。好的，好了，我们一二三来欢呼一下，预备，一二三，耶！我们看到了视频资料，李尚尚和他的女朋友，不是女朋友是吧？真不是女朋友，因为这事儿是姐姐，这不是，确实是粉丝。然后他是一直，就是你解释的太多了。对。然后他是那天来，然后来了现场以后呢，他进来一看，然后我说，哎，咱一年没见，他一直想见我，然后有一个机会说来见，来，那行，那来了以后说不让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那我问工作人员，他们说怎么办？那你说你是那个亲友团，然后我说好，那亲友团就进去吧。跟着亲友团一进去以后，然后他们说要拍，一拍那完了，这成了装了，没办法。我说我这是什么？我当时没反应过来。你想说什么呀，兄弟？我在努力地调整我的思维。这个不在里边。哎，对，刚才我瞧这个 VCR 里边你最后做了一个，啊！这平时唱歌的时候嘴也能张那么大吗？唱歌应该把嘴张大是有好处的。姐夫，哎呀！你这看见晚饭了都？说什么恶心？太奔放了这个。